我操，谢谢兄弟们，谢谢兄弟们啊！独龙钻，什么叫独龙钻？求解释。什么叫独龙钻？卖好几千，微信号。真的？真的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操，你这微信好友上万，你微信号不得至少卖个几千吗？你今天一晚上就挣好几千，我操，你这生意，你这生意做的太值了，你这生意做的太值了，至少五千。对，恒隆，恒隆豫园，恒隆豫园，兄弟们。我不是怂号，我是牛号，兄弟们，我是牛号。兄弟们，没加妹子微信，等我加一波，兄弟们。这妹子不错，这妹子我操，腿挺光的，腿挺光的，腿没有毛，腿没有毛，哼。兄弟们，我鉴定过了，我鉴定过了，是不是？这妹子是八九年的未婚。我是大保健，我操，正常绿色健康主播 ，YEZI。我操，主，我操，超管来了，行了行了，我跟同志们聊会儿天啊，我跟同志们聊会儿天，是那个，微信是那个，野子下划线，33449933449，我操，三万人了，等一下接下做足疗啊，做足疗，我看妹子那个微信多少人。我操，这么多了，估计现在500够了吧？够500个了吧？现在估计够500个了，够500个了。没有那个做那个足疗，做足疗兄弟，做足疗兄弟。妹子微信多少？牛哥，妹子微信野子，小写的野子，小写的野子，下划线33449933449。现在官方来了，官方来了。低俗，我操，这低俗吗？啊，我就问一下，这低俗吗？我操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我做一个那个足疗低俗吗？这低俗吗？我靠，潘德，我操，潘德那个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我操，这你兄弟们名字你真会起，你名字真会起，我操，给宝宝吓坏了，真吓死宝宝了，我操，吓有看上的朋友们，看上的赶快加微信聊啊，兄弟们，牛哥只能给你做到这儿了，牛哥只能给你做到这儿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了啊，兄弟们，可以。妹子可以约吗？不可以。啊，你们这个怎么上班呢？平常。每天就不出门，就窝着这儿每天。就没有个休息天吗？没有休息天。我靠，妹子太辛苦了，兄弟们，你看。那你不疼吗？我靠，纯爷们儿，我靠，这妹子，我操，纯爷们儿，自己烫自己三个烟头，我操，女汉子，我操，自己烫自己三个烟头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。自己烫自己三个烟头，我操，而且不喊疼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女汉子，我们山西的女汉子，兄弟们，山西的女汉子，我操，这波可以吧？加大尺度，这波可以，兄弟们，这位置，我们在恒隆洗浴，恒隆玉都，五号小妹，5号小妹 ，iPhone 4S。